试。所以整个店设计师就这两位吗？对。哦，两个就好了，太棒了。谢金燕被问儿子近况尴尬了，修杰楷当发型师不敢对贾静雯动刀。我真的没有想过，第一堂课我们就要剪一个真实的魔女，自己也要够吵才说服得了你的客人啊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不像修杰楷，好像做健身的。我觉得他这样穿挺好的，各个场合都适合，你可以去参加葬礼啊。黑金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谢金燕感念制作人王伟忠恩情，脱离下凡录制实境节目。这位艺术总监肯定是被总经理聘吧？姐姐到底拿了多少酬劳？怎么可能？难怪一直压我们。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对我们有信心吗？目前说实在还没有。你们完全不给我碰他头发。我说爸爸有学。这个看起来就很奇怪，然后他自己。我不敢，我不敢。对他还是有其他工作在，能不能开玩笑？他不要玩他头发，玩他头发，哪一种玩？不止头发嘞，多等嘞。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子？问一下总监，问一下。嗨，我光好看吗？所以这个王子是没设计师吗？对，设计师。第一个就是邀请您去店里来，所以整个店设计师就这两位吗？对。两个就好了，太棒了。我们真的剪不好，我下下跪。敢不敢让修一点是王子？不会。修一点发尾嘞。对啊。最后 ending 修一点发尾。你们两个觉得要多久才能够放心的让你们？我希望在最后一集慢慢打开。2056年的时候。心灵辅导。客人若剪不好会来问我们一些。没那么难看呐，来喝一杯啦。没有，不要营业了。不用，不用营业了。要客人不要翻脸就。群主。在啊。没有被退出。对啊，没有吧？不会那么坏把我踢掉吧？他们应该是创了一个新的群主。没有，里面没有你。对啊，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？唱歌说你们那边美女好像很多。真的。我不到180。